1962年，一对不少接纳要犯的金义卫对北京出发。因的目标是3000外里之外福建金沙村。金沙村是福建九龙江口一个小渔村，这个普通的村落内徛着当年后七军组织的周启源。 无久前，这位大名王朝的官员去和魏忠贤陷害洪八官杨荣的厝的。这个时阵，横在千里之外北京东厂的门内，魏忠贤正召集伊的心腹，密谋走三都政敌。魏忠贤要对付的目标中。 就包括周启源，周启源哪想有感觉，罢官不是伊政治命运的最终结局，伊将面临严冻更加残酷的迫害。为防不测，周启源将以前的书信一一销毁。 如何周启源最难以割下的是这把高金形成之刀？一旦洪朝基这把家团的地图恐惊将难以保全，该怎样妥善保管？仇恨拢在周启源的心肝头。周启源为何对这张地图这么定？这其中潜藏着何等玄机？ 塞利亚是西班牙境内唯一有内河港口的城市。瓜达尼基伊尼河穿墙而过，向南120公里以后流入大西洋，这起乎塞利亚正做大航海时代重要港口。 塞利亚大教堂内代表西班牙四大古国的旗帜。 共同更起一座灵柩，这种荣耀伫西班牙，敢若一人未有。伊就是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首个甲资料，封存放伫教堂边的西印度群岛综合档案馆。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 轰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档案馆，伫珍贵资料文集的档案馆，一幅来自中国的地图，刷成做镇馆之宝。这就是古今形成之图。这张地图是航海绘图学家历史的珍品，伊为阮提供了真侪关于当时中国帝国、中国城市的信息。 地图上还佫真侪无相的标签，标注了主要城市，也包括了历史、人种、食物、地理等学科的信息。这把古今形成之图的作者
是明朝学者卢石。这个图在位置精度上面比较粗略，伊的质量远远比袂上官府掌握的官武图。当时卢石伫书院授课，为着教学，就伫为这地图的时阵添加了真侪地理历史信息。而正是这文化信息，让欧洲人对中国有了直观的感觉，因为安尼受到重视。看客出来以后就开始伫内地扩散。1555年，传人到闽南。地族起源按讲周一勇的参悟为名，古今形成之道，伫海淀金沙书院方定心翻刻。其中一张方周家收藏，后来成做周起源的刻王拓物。还有一张在闽南乡邻漂洋过海。来到菲律宾，和西班牙自菲律宾总督基督买伫手内。1574年，伫基督的组织面，几位会晓汉语的西班牙传教士开始了对古今形成之道的翻译甲批注。对西班牙人来讲，首先就知影对手葡萄牙人伫倒一位。所以图顶标注了葡萄牙人的居住地香山，因伫景德镇附近标注即位圣山归去，伫苏州标注即位圣山布匹。西班牙人啊伫即张地图上标注了阮会军事信息。山东蓬莱是黄海边头一个主要的明军水师守卫点。西班牙文著名之地人员稀少，这也应该不是普通百姓，而是驻军。这些标志让西班牙人对中国的物产分布和军事空间有了一个具象的概念。西班牙人想要复制进程在拉丁美洲的模式，以少数人征服中国。添加了西班牙文标注了后，这把本用伫传授地理历史知识的地图，摇身一变，成做一张详细情报地图。第二年，基督将这把古今形成之图进献予西班牙国王。应该讲，这把地图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内地。地理形成的第一北转图，所以西班牙取得了这北地图，也就取得了抢占中国贸易的先机。古今形成之图坚定了西班牙人开拓亚洲的决心。对这样大航海时代更加风云诡谲，感觉确切地做了。我知影这个地图在中国和西班牙关系当中起到重要作用，伊直接推动了西班牙大赛，觐见中国皇帝戒严，尽管兴致勃勃。不过，这位西班牙大赛最后并无到达菲律宾群岛，就去到菲律宾进前，伊就收到了中国皇帝回复，对方表示不愿意接受觐见。当西方国家涌起大航海时代风帆的时阵，明王朝的海禁政策已经执行了将近200年。像帝和和西洋这种大规模的海上的官方活动，不过已经只有官方，明朝政府对民间的海上活动基本上是禁止的，管制是真厉害的。片板不准落海，舰体船拢改做边头船，啊，你就无法度伫船头顶航行。明朝初年，伫福建的海边，一座城堡采灭起来。明王朝的统治者希望用这些坚固的石墙阻隔开陆地加大海。不过，民间贸易的力量并无因为安尼方抑制，福建沿海走私贸易。大为兴盛，资本的生意无人做，抬头的生意有人做。实际上，民间一直通过各种途径
正在各种行动在进行海外贸易，落海经商的人数非常多，不敢做，而且成立一个集团，海上集团，有时阵有几千只海船逼海而下。漳州月港位于九龙江入海口，外通海潮来接山间，因以壮那湾的而得名。甲月港隔江相望的是海顶县金沙村。周家是金沙村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宗族。公元1971年，周启源出世伫即地，大人改号一个名，为启世宏源。周启源是幸运的，伊生长伫月港贸易的全盛时期。公元1567年。永庆皇帝将有记载未了，定开海上贸易的号声，宣布改渡海禁，允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俗称两庭开海。唔过，这个开海咧，唔是伫全中国所有港口甲海域，而是只选择了闽南细碎一角，只伫月港。之所以会选择伫即地，当然统治者的考虑就是伊咧。毕竟即个所在甲内陆的联系，有关山的阻隔，袂走会去动摇伊的龙井经济国本。当然的周启源常常目送大人顶着风影出海横去，伊开始袂清楚大海这么危险。为什么独人照惯无所畏惧的踏上冒险之路？随着家族日日富裕加壮大，周启源温柔的意识到海洋内有无尽的希望，那是无法实现梦想的所在。直到下晡四点。这座位于乡村的古老寺院，就成为小学生的聚集地，让孩子在这地朗读家训，学习书法。就做这个风和水四点学堂的活动，明代生涯在海村的寺院文化得到复兴。月港时代，海上贸易的繁荣，就大大刺激了闽南经济增长，去予闽南的士族有更好的条件读册学习，在明代带来了闽南地区人才的井喷现象。周启源幼小心胸，澎湃着对海梦的愿望，安公所将伊送入了寺院，手下长辈希望子孙固守传统，专心读册。不过外界影响是无法阻挡的，世界各地的新鲜事物随着归来的船队轰带到月港，这种开海所产生巨大的经济和文化的震撼力，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它带来了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大规模引进，比如说番薯、芦花生、麦穗、薰草，旱厨反水进来以后呢，不仅解决了南国的粮食问题，而且改变了我国的农业经济结构，促进了咱小确幸农业的发展，啊，进一步促进了海上贸易发展，海上贸易氛围是阿好的存在，影响到闽南地区的乡绅，叫因的思想更加开放，有的甚至家己亲自参加海上贸易。周启源就是生活在安尼一个所在，伊必然受到影响。航海贸易甲周家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唔过年轻的周启源无可能走上经商的道路，伊无力改变科举制度为伊有色的命运，参加科考，照原是伊唯一的选择。我对近来以来奉行是种重农主义的物件，重农主义的物件就是知识商业、学习商业，
所以这种观念伊导致了真侪人，真侪富商了后咧，马上提出钱来，叫囡仔读册读册读册，不是讲我好家咯，我就感觉我是社会主人，我伫这社会顶真荣耀，不是。海川大岩山深处，暗看到一位明代古迹，曾经鼎盛一时的温大书院，当今只剩顶班掠砍的残垣断壁。几百年前的隆隆读册声，又从永久的封存地，才会古老的石头来。残存的石刻，印证着这间书院曾经的辉煌。对这地总会行出了包括周启源在内的三位海员。万历28年，周启源乡试第一，第二年考中进士，正式踏入了仕途。公元1601年，周启源就任浦梁知县，浦梁管辖着景德镇。周启源来到伊慕名已久的废弃之都，目睭前的几片破败，予伊惊奇甲袂讲的。景德镇因日繁荣的景象已经荡然无存。万历皇帝派出的使干，伫当地经政博廉，就起了上好的强烈反抗，各地的民变甲暴动下起下落，景德镇的多株产业陷入瘫痪。周启源利用伊知县的身份，甲世间最多情，尽家己所能帮助这回上好恢复生产。初入仕途的10年间，周启源伫江西的浦梁、南昌为官，以仁爱廉洁著称。周启源正直显赫，边塔通顺的仕途，哪像就将伫面前展开。啊，不过周启源刚正不阿的性格，让伊陷入崎岖难行的苦路当中。周启源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伊功德正派，不动不输，应该讲，伊是伫思想观念上倾向于当林党，而并无什么个人的过多的交往。安尼有人单血过现成，啊，过是谁呢？伊有一幅对联非常著名，迄就是“风生雨生读书生，生生入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伊对郭献诚充满敬意，充满了好感，所以伊就为郭献诚辩护，让伊严党集团就甲伊划入当林党的派别。浑浊之势，清者必铁。朝廷中的政敌，甲奉命巡视陕西周启源。挑起风劈的西南边陲更西，周启源在更西任职期间，柳州发生灾荒，饥饿的百姓自将抢粮，时间倒插风起，伊无采取武力镇压的措施，而是一人一马，争取抚慰纾解民困。让人民群众各地寄宿回乡困荒。平定叛乱以后，周启源回到祖家海顶探亲，这是伊为官以后第一摆回到跨别10多年的故乡。好友张协听到消息，现说前来看望。张协的也是啊，周启源是好朋友啊。伊甲周启源无相关啊，伊无心啊，功名啊。伊唔去做官，伊大哩就是结社、饮酒啊、写诗啊，啊，所以伊拄着真多。1983年4月，中国地名委员会相关公布的
不过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当中，大部分是来源于明代一本册中记载的岛名，这本册就是张协的《东西洋客》。东西洋客，相当于当时海上贸易的百科全书。用这阵的话来讲啊，我感觉这本册是不是是航行手册、旅游指南？重庆开海了后，粤港成为中国唯一的外贸港口。沿海乡民迫切希望了解海外各国。漳州海顶的官员也非常重视发展海外贸易。张协博学多识，通关书籍，受海顶县官员的委托，伊着手编写《东西洋客》。作为漳州甲东西洋各国贸易通商的指南，为了完成这部著作，伊阅读了大量的政府底簿甲档案资料。刚刚兰陵客贵啊，也亲自去访问粤港遮的乡民，点心遮的交给海外遮的乡民，对因当中收集一寡啊口头的一寡资料。知影周启源回乡，张协前去拜访，伊将拄拄完成的《东西洋客》手稿带予周启源，请伊为这本册作序。出世伫海上家庭的周启源，多年来始终天贵相避，拥抱海洋文化。张协带来《东西洋客》，介多年的期望，不谋而合。西洋历国客、东洋历国客五卷详细记载了十六世纪东南亚各国的历史、物产和交易。详细客一卷主要记述了明代税收制度的变化和货物种类等。周书卷则是记录航海技术和地理知识。周启源知影张协创作的深入和艰难，深深的赞誉开采风之局，吹不堪之电，这也是到达为止对《东西洋客》一书最好的注解。周启源在书言中写讲，相比进前的雕工贸易，粤港民间的自由贸易显然更加有生命力。有人叫做雕工贸易，其实像雕工不是贸易，雕工是一种全国位的行为。这个自由贸易是以赚取高额利润为目的的，就赚钱才做，没赚钱管不做。粤港的繁荣给民政府带来巨大的关税收入。周启源在《东西洋客》的序言中用四字点明了粤港在当时的经济地位，那就是天子南柯。周启源呢，书虽然真短，不过伊一定体现伊的一种思想，支持海上贸易，歌颂了粤港海上的这种勇敢开拓海洋精神。伊认为海上贸易唔干啦，袂去威胁着咱的国家安全，爱强国，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艰难的时中，就有一位岁岁的粤港，中国甲世界接轨。张协的《东西洋客》甲周启源的序言，那像星星之火，逐步燎原。闽南这些分子群体，海洋意识得到觉醒，开始天目看世界。公元1626年，周启源搁再回到故乡海顶，一队金苗卫对北京出发，快马加鞭南下。了头出来，杀着一那名单，顶面写着三字大字：周启源。